雕像不见。你一直转。要申请专利。这个这样列印出来，这样的这个成本大概。有没有看到小行星带好多小？好多颗。它会撞到你哦。过去了。在你左边是木星。木星有没有超大颗？超大颗，可以夹到屁屁。夹到屁屁是吧？太夸张。